歡迎大家收睇新一集嘅唔撚好走。阿 Ken 啊，上次你講51支俾阿父咁樣掉法，你個心啲血流乾未啊？啱啱見一招，仲有個傷口喺度。仲有傷口啊？咁啱咯，我最中意喺人哋傷口度撒鹽噶啦。今日咧，阿父嘅師妹 Melody 嚟咗，聽講咧佢練咗一身阿父嘅好技術過嚟啊！你小心啲啊！我哋有請 Melody。Hello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elody 胡立松，係阿父嘅師妹。Melody 介紹一下自己先啦。係，咁我咧就係今年嘅唱作新人啦，咁所以都好開心。喺屋企練咗好耐標噶啦，今日靠你啦。即係你個目標係咩呢今日我阿父51支嘛。係啊。咁如果我52支就唔係，其實你上嚟嘅目標咧係煮嘢食嘅。唔係淨係。唔記得做呢樣嘢。目標嘅。係，我哋嚟煮嘢食嘅今日。係啊，咁你今日有咩帶俾我哋？我今日咧就會整一個蒜片牛柳粒俾大家食，簡單嘅，係簡單嘅，易整嘅，好食。好啦，咁我將個廚房交俾你先。少少油，咁睇下用花生油啊。咁有時即係如果喺屋企咧有酒咧，你都可以。補少少落去，我哋依家撈勻曬之後咧，就可以落啲沙發。要醃大概10至15分鐘。好，時間關係，15分鐘已經過咗啦。咁咧，而家我哋就準備落鍋啦。咁其實都唔使好大火，因為都驚啲牛牛粒會燜啊。咁就落。適量的油啦，咁其實都唔使話好多嘅。今次都見到有啲煙出咗，咁我哋就可以擺啲牛柳啦。我哋今日就煮鍋落去。蒜片牛柳粒大功告成，好啦，我哋而家去试下味。好，為了襯阿 Melody 今天這個蒜片牛柳粒，我就為大家帶來一支西班牙的紅酒。它的葡萄品種是 Garnacha， 西班牙第二大的葡萄品種，紅的葡萄來說。跟著它的產區就是 Calatayú。 這支酒最特別之處就是在2013年的時候，它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面是 Galadina 上面的紅酒來的。 Quality 就相當之不錯，你看到個 label 都非常之靚仔。這支酒會出一些紅果啊，同埋佢有入過4個月嘅橡木桶咧，所以佢有少少木桶 flavour。咁但係咧，佢果味都係仍然好重嘅。咁所以大家可以試試攞啲支酒去配一啲牛啊，或者一啲紅肉、海鮮咧，但係重味少少嘅海鮮咧都得嘅。咁如果你話為啲酒打分嘅話咧，我會評到有9分以上。佢真係香咯，真係。因為平時咧，我聞你俾我啲紅酒咧，好有酒精味，唔係好有酒精味。你唔好咁話自己酒啊。Thank you Melody 先啦，辛苦曬。多謝你邀請今日，試下先。咁我哋呢個蒜片牛柳粒，我哋係可以試下夾埋啲蒜片一齊食嘅，係咪？係啊係啊。好啊，唔客氣啦。好嘢味喎 ！O 唔 OK 啊 ？O K 啊？好味，我講個蒜好香，好味仲唔識講嘢，大家都只怪住咬啊！飯喺度咧，最一流啊！嗯，喂，可以食完個牛之後襯下支酒，嗯，係襯嘅，係夾嘅，係啊 ！Melody 係咪平時自己都有煮嘢食噶？都有的，因為疫症的關係啦，咁而家都是自己一個人住的目前，咁所以有時夜咗翻屋企，咁都會煮啲好簡單嘅嘢食咁樣。睇得出，因為呢個牛柳真係好好味，又簡單又好味。係啊。喂，咁有啲問題想問下你啦。咁我記得我知道你以前是做 demo 歌手噶嘛？係，冇錯。咁由 demo 歌手轉正去真係有自己嘅歌，呢個心路歷程係點嘅咧？呢一個心路歷程係。首先就超級開心同埋好感恩有一呢個咁嘅機會，因為
之前唱了很多年別人的歌啦，咁甚至乎係我當其時其實係未知道嗰首歌將會俾邊個歌手嘅，咁就好少可以放到自己一啲私人嘅情緒啊，或者一啲處理嘅方式喺首歌入。到而家自己可以出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就，就可以將自己想表達嘅嘢就用歌曲啊、文字啊、唱歌表達出嚟，咁所以就係對我嚟講超開心。咁然之後，佢就突然間又有一晚，又係夜晚，又係夜晚嚟嘅。你咁咁詭異嘅啲，不如我哋做咗你首 goodbye 咯，即係因為我第一首歌會唱 goodbye。咁跟住佢就話：，咁不如我哋做啦，因為呢首歌對你嚟講好有意義，同埋都好好聽。咁我就哇，即係深深眼啊！即刻。深深眼啊！咁都趁呢個時間，不如你介紹下你首 goodbye 俾我哋啊！好啊，咁Goodbye 就係上年年尾出嘅作品啦。咁其實呢首歌係紀念我媽媽嘅，咁係啦，因為我媽媽早幾年就過咗身啦，咁因為病，咁所以當其時個即係心情啊嗰啲都好差，咁所以變咗我就寫咗 Goodbye 呢一首歌，排解咗好大部分嘅心情嘅。咁跟住之後落到嚟嘅作品，譬如上兩個月出嘅《畢加索》，咁就係即係當一個重新出發啊，尋找自己嘅夢想。即係嚟緊就又會出一首歌，咁就係叫做死啦！我突然間好緊張，因為29號就出啦。咁嗰首歌就叫做《住文津小品》。咁咧，住文津咧係一個韓國嘅地方嚟嘅，因為疫情啦，大家香港人都去唔到旅行，咁所以就好掛住去旅行嘅感覺。咁就寫咗首好超好開心嘅旅行嘅歌。呢一首歌係我自己都估唔到，咦，原來可以唱啲輕快嘅音樂咁樣。整個人其實都真係整個 fight 都開心了很多。咦，原來發現都幾開心幾好玩，即係成個製作的過程，無論是作填詞啦，跟住去入去錄音室的時候啦，即係諗翻起哇韓國嗰陣時去旅行嗰啲開心畫面。忙晚餐，開車出發海鮮店又。很多時候我寫歌的時候呢，即我在個琴前面咁樣彈到啲音樂出嚟的時候，其實大致上都會想到其實首歌是想表達啲咩嘅。咁跟住就好自然就會有個 demo 出咗嚟。咁有咗個 demo， 即係嗰個大概個旋律出咗嚟之後，我就再 fine tune 啲詞，同埋再不如呢個編曲上面加呢啲。咩樂器啊？有啲咩可以減少啲？有啲咩可以試下？咁對我嚟講係每一次都學到好多嘢。我哋經理人公司其實都俾咗好大嘅創作空間咯。咁所以變咗個即係都冇乜壓力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多謝 Melody， 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多謝曬。好啦，咁啱啱食完 Melody 好好味嘅牛柳啦，又到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，就係送走啦。咁事不宜迟，我哋将啲标交俾 Melody 先。好，加油加油啊！破纪录，咁你睇下可唔可以破到阿富嘅纪录啦？佢吓亲，一支系可以俾多次机会你嘅，嚟掉多次，唔使紧张。好，再嚟。好，系十二，即系加埋系14支嘅。好啦，咁除咗我哋今日14支酒之外咧，阿 Melody 仲帶咗啲嘢送俾各位觀眾嘅喎。係啦，就係我新歌《畢加索》嘅碟。好嘅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希望大家中意。呢個碟咧，仲有。Melody 嘅親筆簽名㗎，大家記得踴躍參加啦！係啦 ，come on like and share 就有㗎啦！好啦，我哋下集唔撚好走，再見！拜拜！拜拜！如果係想快嘅話，就～